这是逆鳞，是谁敢伤你如此？无妨，是我自己。龙之逆鳞不可触，拔龙鳞是锥心巨痛。你呀你，你是在干什么？阁主，他们硬闯了进来。 劫持我贴身婢女，闯我罗风阁大殿。贴身婢女，我才不是！今日前来，是有事相求。我想问你。 想请教阁主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我和夏侯许共度三劫的约定？没有。你要不要拒绝这么快啊？我知道我之前对你、对阁主都有冒犯，在此我郑重道歉。 龙王，当初你承诺守护夏侯雪三劫，现在才只一次。如今你想反悔，恐无潜力。潜力不可开，规矩不可破。只要阁主告知我解除之法，我愿意帮阁主完成任何一件事。我不需要你帮我，我也不可能徇私帮你。冰心，送客。龙王，请。 请阁主告知解除之法。我都跟你说了，求他根本不可能有用。我们走。你给我留下。我？你是我罗风阁的人。算了吧，你这么冰冷无情，别说当婢女，连朋友都不想当。我现在就要回到我真正的朋友身边。哼！不许走。 你们都退下。 只要阁主告知解除之法，尉迟龙颜必报此恩。龙王从未对人低头言恩情，这都是为了刘莹。是。 是锥心巨痛。你呀你，你是在干什么？拔出井下逆鳞，变为化身，让化身依附于夏侯玄命定之人，也许可以瞒过天界。谁让我不守誓约呢？就为了一个人间女子，你还是我认识的龙王吗？我有一个请求。 你帮夏侯雪找一个缺少一魄的命定之人，把我的龙鳞化身依附其上。我不能帮你，你不帮也得帮。你要我帮你这个忙，除非金甲。 你真给我，拿走。
想想你为了杜雷杰去金甲差点丧命，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做出后悔的选择。我现在做的就是不会后悔的选择。你帮我写好夏侯雪的命书便是。你以为用龙鳞陪伴夏侯雪，你就能跟那女子长相厮守？当然。就算化身瞒过天界，你也不能和他成亲。竟是如此。如此牺牲终究一无所获，龙王还不如放下吧。就算不能成亲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他。你也要留在人间。他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地方出生啊？啊？尉迟镇。尉迟镇怎么了？尉迟，该不会是因为你叫尉迟龙颜，你和这个村同名，他才选择在这个地方出生吧？冥冥之中，刘莹还是选了我，懂了吧？